哇，他什么都很硬哎，跟一个男人一样，太恶了啦，太恶啊！你妈！干我好淫荡，冬瓜冬瓜冬瓜！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想要看你的内裤。来啊，我的内裤是瓜色、哦，要不看？哇、哦、啊！什么了今天？可以，那位回报呀，强者进出，强者没事。没想到就连红莲暴玲珑也不是你的对手，真不愧是烈火。言归正传，抱歉在你刚回来的时候提这件事情，不过下个对手已经在等你了。这次的对手是金火龙和银火龙，不知道这算不算不幸中的大幸。目前看来这两头火龙正分头行动，不过他们会和地点早晚的事。他们出现在塔一带，据说是很久以前的古代人所建造的哦。干这个很屌，我跟你们讲，他用塔来称呼，哎，那我觉得后面应该真的会更新塔了，信不信？我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，各位，我总觉得秋季更新的时候应该会有塔，单独对付其中一只已经很危险了，如果同时应付两只会更为棘手，于是方才才希望你能前往狩猎。OK， 哇，一缕月光，寻找秘境，哇，干这个任务，这两个任务很屌，我们先来打攻的好了啦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，那里有一颗银色太阳，覆盆化叶的散发着光芒，凡是踏入该地者都必须接受试炼，呵呵呵。哇，这么屌吗？哦，来，哇，朽ちてなおそびえる塔が務めを果たすはずもなく雲の。哇，暌违了几年，各位。哇，哇，这个配音很屌哎、欸。哇，配音好屌、哦，很凶哎、欸，这词句啊！哇 ，Frontier， 哇，哇是塔哎、欸，各位哇，好久不见的地方，哇这个塔，哇这个塔，这个塔，这个塔，哇，想想咱们以前打麒麟的时候有没有太大只把它卡在这就对了，对，卡着之后呢，就拿弩枪叭叭叭叭叭到死掉了。好，没事哦。哇，这个音乐，这个音乐，哇，这个音乐，哇哈哈！哇，好硬哦！哇，你这，哇哈哈！哇干干干！等一下，那是，等一下那是黑炎王的招吧？等一下，首领火龙的招吗？那个刚好像哦。哇干干干干！这里的哎，好啊！哎呦，哇、哦、好快啊！哎嘿！哦，远拉远就会有这个效果，是不是 ？Nice, nice, nice！ 他这个是要打哪里啊？感觉是脚步、翅膀、尾巴、头太硬了。等一下，我自然而然想要往头这边。
咬来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诶、欸，诶、欸，干什么？哦、oh, ，nice！ 那、哦、尾巴也很硬，哇，他什么都很硬哎，跟一个男人一样。哇哇哇！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很可怕，我觉得。哇，集火状态，各位。水猫开。呜、哦、呜、哦！哇，好帅，好帅！哎、欸，也拜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凶！很凶，很凶！哇，哇，那什么东西？嗨嗨嗨，哈哈，嘿，戳一下，嘿嘿，哈！哦，变很软 ，nice。哇，好热哦！你要掉下来吗？没有。哇 ！shit！ 哇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为什么我刚刚还会被弹一下？奇怪，我是被什么东西弹到？哇，那个砰砰砰，右边砰砰砰，左边砰砰砰，然后再一个大的砰，像个男人一样。哦，他那个火快是不是？啊，笑。哇，他这个，他那个火会阻断你，我怎么为什么？哎呀，累了是不是？哇，还要再尾一点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再尾一点，再尾一点啊，就是这个位置是不是 ？OK OK OK。哈哈哈哈哈 ！OK。啊，血好多、哦，我的天啊！是怎样？我们两个在叫跳华尔兹吗？怎样？啊！終わりだ。 Nice！ 哇，好棒！这只太帅了，这只好帅。我来看一下、喔，引火嘛！哇！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打火鼠攻击应该蛮猛的吧？头部。多少洞？411，身体431，洛特属性，彗星属性，火属攻击3，干这个很恶心。哎，萤火的，你看萤火套件整套不错，然后拆开去配也不错。哇，这个双刀应该也蛮不错的。如果有诡异的那个强化炼成的话，那这一套就哦 ，beautiful， 有没有？我那时候不是说吗？属性到这个版本绝对会改，绝对。看这个好恶心。